真係要買呢個 Meta Universe，真係買元宇宙嘅股份，你有咩推介呢？而家咧有隻 ETF 嘅，咁但係咧佢隻 ETF 咧，咁Meta 嗰隻 ETF 啦，佢其實入邊啲持倉咧，即係我而家撳翻出嚟，但係佢咧其實係都係主要科技股，即係大家應該好多都係耳熟能詳嘅名嚟㗎啦。其中就應該都有隻 Unity 嘅，咁第一大應該係 Nvidia， 而家好多 ETF 個第一大持倉都係 Nvidia。咁呢邊咧就因為正佢第一大就係 Nvidia， 就係令到我覺得不如等下先，因為 Nvidia 咧就升得非常之急。咁嗱，雖然咧，你話即係要唔要值得入啊？咁樣樣前景，即係你一定係值得入噶啦。咁但係就睇價位，睇價位啊，因為佢已經急升咗啦。呢一期就呢度最近嘅支持應該睇287。咁你睇下佢係咪呢度會整固下先？因為前排升得咁急咧，就唔好喺個即係爆升完，佢超買得好勁噶啦，就唔好喺呢一個時候入住。咁所以如果ETF 咧，咁佢因為佢入邊除咗 Nvidia 啦，有幾隻都係爆手得勁嘅，咁就可以等一下先。咁咧另一隻都會有相關概念嘅咧，就可以中，因為好多都上咗去啦，即係爆得勁啦。咁咧有一隻就冇係食得咁硬啦，相對上或者冇咁攞出嚟話元宇宙概念咁樣嘅，咁就係 Shopify 啦。咁呢個我都持有嘅。咁佢咧就尋日亦都係創咗新高嘅，咁但係因為譬如成個市咧，大市尋日其實唔算話係好澎湃咁樣升，咁所以咧呢啲呢幾隻咧，其實創新高之後咧，後屘都即係回翻去近開市位附近嘅，咁但係 OK 嘅，佢始終都係向上去突破緊，亦都係見到高位係會有個成交啦，雖然未至於話日日咁大力度去買上去啦，因為前幾日已經係大陽燭完噶啦，咁咧佢就相對上嚟講，佢都係創新高，但係相對上嚟講，佢起碼冇超賣得咁誇張。咁呢邊咧有個重要嘅支持位可以做個防守嘅，就係1314啦，1285.9啊，就係十月嗰個低位咯。咁呢度就好明顯有一個重要嘅支持嘅。咁其實你睇住呢個位置唔穿，就可以繼續持有噶啦。